为了推广小物爱物环保理念，并且顺手做公益，草本乡机关服务处甲创世基金会嘉义分院今仔日共同举办浙江分享爱爱心市集，现场有二手物以及各式美食义卖、发票换好礼以及爱心贴贴乐等活动。为了筹措一部分安养经费以及爱心墙，草坪乡机关服务处甲创世基金会嘉义分院第28号共同举办浙江分享爱爱心市集。草坪乡呼吁民众加入低碳生活行列，响应爱心打造市场。你出来用不到的物品，煞会当是别人眼中的优质好物，为做伙hold住地球、hold住一部分的厝的努力。创世基金会长久以来就是照顾植物人为因的宗旨，所以需要大量的这些发票的提供，来给对象累积因的这个经费。这摆同款，创世基金会伫28号下晡3:30，要伫中国新城来举办一个捐发票送爱心，有真侪单位来捐这个二手货的这些物件，希望咱百姓会当集资这个发票，给因加减会当来对象来换出这些奖金来照顾。创世基金会议长邀请各界民众前来打造市场买好物做爱心，除了会当推动公益，也可以当发挥再生能源的效益，让各式各样的生活物资拢会当找到适合家己的厝。28号活动当天，除了二手物品的义卖、美食义卖以外，民众以10张7-8月份也未兑奖的发票，现场会当换领《我的美丽日记》焕肤面膜一片。谢金星文，草屏东嘉义市采访报道。